大家好，而家我所在位置咧系南宁市嘅邵阳广场。呢个广场咧亦都系南宁市最古老嘅一只广场噶啦。咁每一次行过呢个广场咧，都会见到好多嘅中老年人喺啲唱歌、跳舞、打牌，全部都系中老年人嘅天下。咁其实都好羡慕佢哋嘅生活咯，每一日就系打打牌、唱唱歌。飲飲茶就可以過一日啦，真係夠曬幸福啊！多少友誼能相存，今日別離共你，雙雙兩握手，友誼常在你我心裏。今天這又暫別，下次了也仍能聚首。纵使不能会面，始终也是朋友。